好，欢迎回来，八号机最后一趴啊，那我们9527啊，大厅密码，赶快，叫他远，时间不多了哈。输一个灯的要做十下伏地挺身哦。又来了，一样，一个灯输一个灯，十下伏地挺身。我本来想要玩Julie了，现在不玩了 ，Kimi。好来，玩我的 Kimi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射错射错，我射错我射错了。我选一个血多一点的角色，无所谓啊，随便你啊，随便你。苦茶来。血最多的老张，你玩老张吗？我今天是要喝苦茶。不要，我玩八弟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输一个人喝一杯苦茶。来来来来，苦茶来。哇，啊，你们上苦茶，刚好你们三个一人一场，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。你先。好，我先，我无所谓啊。随便啊，来，先等他们进来。优罗进来，优罗进来，优罗快进来，这是你报仇好机会。结果是 double， 有人穿你用的实力打回他，优罗欧文，欧文，我这边呼喊你。就他就看你要好，我先，我给嘛，我给悠悠机会，我要等悠悠上，你先给我打一悠悠就给拿给你，快给我快点，我给悠悠机会，我给欧文当腿上的时候他就出现了，好了随便，他跟我打我输也不会怎么样，我真的随便，我路人，那我不要让我打死你，我不要随便喝苦，他会讨厌喝苦茶的，你也看长那么大，会有苦茶，我长那么大我吃不了，超苦超苦，不要喝，什么意思？他们都要喝苦茶啊？就是。惩罚想不到梗的时候就拿苦茶来。OK， 所以你觉得麦卡贝已经无梗了？没办法，我麦卡贝待一年了。Double 也是会有，就是大家的实况都蛮支持的。对，他会办对决，他会看叶子的实况吗？也会。会啊。这对决我老实讲，真的是卡琳很不利。哦，对，因为立回打不赢。对，这对决我认为有六四啊，差不多有六四。立回打不赢啊，卡琳又跳不进去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打我看都肯定要打不进去啊。我觉得波迪算有利吧？波迪算有利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能没有到不利，但是有能大多有利，我不敢讲，但是应该是没有到不利的。现在要怎么下载退取影片哦？好像没办法。漂亮的翠板，没办法吗？你有下载过吗？退了场。它有一个网页下载，那个网页已经不行了。可能把小垃圾先传到 YouTube。啊，对，先上传到 YouTube， 然后再从 YouTube 下载。他那个你那个新角，然后头顶是要靠比较近才可以接，是不是？要贴在，有一点远不行，是不是？那就都打背才有办法接。OK， 没了。好吧，那就伏地挺身啦。再接。好，你应该放太久了。我伏地挺身，伏地挺身，你说放很久是？就是这样才要赌啊！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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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原来苦茶也会坏掉。会啊，那也是有保存期限的。想到冰着。大风。大风，大风。我们 double 很辛苦啊，女子杯还有新手杯不遗余力啊。头顶，他是加减零的战斗角，就是赵北西。加减零战斗角，他那个挡住加减零，所以大家其实不错，合理的。加减零挡完你就不能按了，因为你最快是伏啊。对啊，就不错啊。对方挡完你不能按啊。你说，因为对方如果按三 F 有抢，你就一起按啊。那或者是有一个距离，有个距离，有距离。你如果人家三伏，你按出来被插盒，你还是输啊。对啊，虽然说那正负零，我还是不得不说，我不觉得波迪是强巧了。还是有明显的那个啦，中间的缺点呢。那他有，我觉得算右脚，我觉得算他有有利对决，跟很不利对决。我觉得他有很不利、很不好打的。脚是太极端了。他有很好打的，有很不好打的。有了，哎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你快。人家给你机会，跟他拼的啦！不会啊，福利挺身哦，福利挺身哦，输一个再福利挺身哦。哇，我们家欧文有奖，我们给欧文耶！等下你福利挺身做不做得了？认真讲。不是，我不就想知道接下来这一场可以接下来可以真的做得了？看谁讲话可以比较大声。你要是努比做完做的时候手整个在抖。我们要讲，我还没做就在抖。我们认真把这一场看完。我们想知道以后未来谁讲话比较大声。只要看戏而已啊。没错，废话关我屁事哦。Julian。随便他开什么啊，他喜欢开那个好鬼也可以啊。Birdy， 不会开 Julie 吧？他开 Julie， 他不可能开 Julie， 他都说出去了啦。没有，他现在他是不是在看那个？他应该要看，他要看，对，他看阿 B 选谁？在看直播，他在看直播看阿 B 选谁吧？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延迟几秒有没有？阿 B 直播延迟多久啊？延迟三十秒以上，三十秒看不到了啦。哎，好，泳装卡林，卡林的手太粗。没有，真的是撞了，不是输吧？还有肌肉，那上面我的那女的长这样，肌肉不好看啊。我觉得，总觉得她把你猫死。还好，我其实蛮喜欢女生有一点肌肉线条。这个很多吧？那个这个太多了。我说如果有一点，我觉得不错。这是男霸主的争夺战，男子汉的对决。男霸天到底谁在男霸天？那他中立了。
铁三靠进来，重手对空，铁三靠进来，啊这边啊用重手打叉流。这个对决，卡琳刚刚说了，不是很好打，重拳啊，重脚发 counter。Yoro 血量领先，好，超满，一叉套圈圈，看到来不及，下重脚扫倒，这边是一个 set 哦。好 ，Vichik 取消，这边 Yoro 也把 Vichik 打开了，我这边要进去，哇，这是万解了。他后后会中吗？他后后会中？会中，我觉得是万劫。但前面看都是万劫的，对。然后挡，如果另外一个的话是全挡。好，这边提到万劫哦，就是因为那个卡琳的那个红莲拳之后的派色有一个没有万劫，有很多种啊。空中那个应该不行。刚刚那个情况好像可能就是每一种都可以对应的。我觉得不会中，不会中，没那么快啊，发生没那么快。就是因为没那么快才掉角落，这看不中计哦。重脚打持续，低反关角落丢香蕉。下重脚，哇，这没办法，这个下重脚好可以确保就踩到香蕉，对，这超美西，超美西的招，套进去没中，下重脚找到，这边阿 B 压力很大，一个灯笼人输，体量退抗是不智，没有输一个灯没关系啊，我说他哦，那个优柔刚才那个血量退抗就不对啊，杀，可是雷神卡被抓到，这个有点倒霉，你在那消费不是吗？你等下再问他嘛，你让人家好好打。有了，哇、哦，这个确认漂亮。好，换人换人，我该帮你的也帮你的，自己的双手自己掌握。不用做啊，没输那个灯。好，不用做了。哇，阿 B 这边，好、哦、一个灯都不给，把欧文导致 QQ 机会也给你掌握，也给你了，有桥也搭给你了，舞台我给你了。QQ， 欧文 QQ， 欧文 QQ， 你已经退伍了，退伍了。退伍了，没理由了。还好吧。有了你，其实我真的很少打 rank， 我讲真的。有啊，他那个红那我台，因为我打线下，那其实台中我刚好朋友也没有什么用卡琳的。不，你刚才红莲圈有对策，我知道，因为你一定要有对策，你打卡琳对红莲圈没对策，你就完蛋。我知道你会打内许跟千咪啊，台中有一个千咪一直被你打嘛，还有一个古代一直被你打，然后内许我一直被你打。输一个单服一零三喽。好，他将军用千咪，他不要用内许好了。他那将军搞我是骗人的。刚没看就开古代，好，往前 Kimi Kimi 是比较快，哦，所以时间好像还够打一场哎，对啊，我拿我的手把，我也想玩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镜头一直配给我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想要做表情，你有毛病啊你，肯定是，没有服装。没有服装不会玩，少二十分，少来。没有服装少二十分。那个将军血这个颜色很怪，我记得以前二代初代的时候，二 B 颜色就是这个颜色。哇，没有错。第一个二 B 颜色，我觉得这颜色很怀念，让我觉得很怀念。绿色将军，对，这将军算会玩。本色是红色，然后第二 B 颜色就是绿色，而且是这种就是中毒绿，好怀念啊！有猜耶，恭喜你。完了，将军死了，蓝绿大对决，蓝绿大对决，别跳，打将军不要全跳，好，重手 reset， 中拳，哇，这将军很痛苦哦，完了啦，全都完了，好晕了，好 cast by。为什么会说将军很痛苦哦？他没有无敌技可以用。我被他压也很痛苦。将军，我有你有这没错啦，你有升龙拳你可以拼。对啊，没错，我喜欢天津是还有升龙拳。但是他有时候要好好将军，我觉得要有点勇气，因为将军破坏力其实不小。对，真的。他的关关的破坏力我觉得不小。我觉得大概有一半的角色 crush 康的破坏力都是很恐怖的。我没有，我的很烂。你的算是不好的。我的不好。对。我凹嘞。负的。啊，那负的吗？我又没花气。哦，对你不是一叉的。小鹿，将军的摔比较远，前重手啊没有他放你凹，我打帅招不行，没得帅，没有就做回应你在那，我觉得死，我一个灯就没了，一个灯就要死了，一个灯就要死了，一个灯就要做了嘛，对啊，一个灯就要做死下，还没死，谢，哇，不要打我，谢，谢狼死啊，啊，谢将军用谢。起来啊，将军！我要勇气，他想赢。想摔，你是想摔？想摔才会被点。娱乐性多高，打定都不知道怎么样。武力领先。
娱乐性，前面人家不是对，加赛了还会输哎，二十下输就二十下，观众超开心，我觉得你的签名大概4500分，8700分，加赛看我会不会撩血，赢掉啦，看我还会再撩，好，你说了，撩就做，完了。角落，角落，看他白血，看他白血，啊，没有对空，啊，掉了，你会，哎呀，我凹你，来，可惜，笨蛋，某一凡，什么烂战略，第一把把他打枪掉，啊有，暴毙，有没有没暴毙，我还没暴，刚刚应该暴毙的时机了，对，有机会的，看不要脸了，这么肤浅打法，啊。下好，接下来石油王啊，刚刚那个将军在群组里面也算蛮有名，是吗？谁、欸？我忘记他 ID 叫什么。但你还说有名，你是谁？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你还真 Nuki 的分身。他只有一个。Nuki 打不赢他，想必够一级，够一级，够一级打不赢。后面那个啊，应该还好。一格呢？应该还好。青菜啊。好，没差，我超会打孙俪的。哎、欸，对哈。不要说超会啊！我自认为我会打顺利、啊。请看，赶快输个灯做节目效果，赶快去输。小象顺利啊！他那顺利还，我觉得顺利还没赢、啊。小象不行，连我都打不赢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他只是靠他本能的防守来跟我打而已。他练两三天而已。对啊，他两三天而已怎么赢啊？他练两天，我练他妈4-5个月，他就打赢我，我怎么不来了？他这样才打赢我，我就死好了。我 Kenny 好歹玩两三个月。我在7月，我练5个月，他打赢我。没有，我 Kenny 练两个月。春泪，警察装。这是那个出行模式的公安，他是泰瑞，威那个什么炮瓦嘎，炮瓦枪，炮瓦给啥？哦对，威力喷泉，能量喷泉，对，能量喷泉，大罐就连进进来，小罐呢？我回那个啦，可能会了。然后现在哇，那个、啊，这样我也可以玩呐、啊，怎么样？你就加，哦，前摔，老 king， 哎，他超硬，他拳头从外面过来，灵狐的啦，哎、他该用灵狐重拳了，对，然后他一个中段要盖错边，欸，真的是比抢招啊！看不到气功哎、欸！完了！转个 ，OK， 一 S 龙卷，我们要继续抢招啊！抢，他好歹在哪？抓紧角落！哦，一杀水鸟，好，风里决斗，你这个、欸，你很没有，你很不会做节目效果。我没有想要做啊，没有。不会做节目效果。好，我刚刚一直故意挡你，你不会做效果哎、欸。立即屌丝。不是那个人这样还要做效果，那个比较没办法。你要那个就乖乖死，不是吗？卢比要做效果，他要输一，我认真打也是做效果、啊。他输一整场，卢比会两场都是。对啊，他输一整场啊，他输一整场、啊。你们过分哎、欸。路比他直接输一整场了，不怕他看到什么黄师傅进来了，看，有可能哦、喔。然后右楼再进来一次之类的，哎，好啦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啦。开玩笑，我昨天八楼聚会也只有打到8强，我是蛮期待。昨天八楼没人去是不是？我是蛮期待有那个有人，因为其实就像我说，其实人气蛮高，目前感觉希望有人可以练习来。我一定会啊，还是世界黄师傅一定会练。世界我觉得人气也不错，一定我因为我连我像我看 PR Rock 的 Twitter， 他也说他想要把 Julie 当副角。哦，对，就是人气其实不错啊、嗯。但我觉得 Julie 要玩到高，再过大概一对，我觉得会很多人玩，但是会一个阵子就不见了。嗯，我对这个角色的看法比较。我觉得很快就不见了，他的力回感还是需要练一下。嗯，
看看啦，看有没有人玩起来，至少 AI 要会玩吧。他一定会啊。AI， 但我觉得一代跟五代不一样，这个角色也没有玩。我觉得比起来五代亲民多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部分的玩家会玩。对啊。我觉得四代的操作真的很困难的。哦，哎，居然买这个服装哎，妈妈长服，这是 CPT 的服装，是春丽吗？对啊，春丽啊，妈妈长服啊，妈妈长，啊那个人龙出来的，卡琳就是他下面的小姐啊。哦，这个对决其实我不是很会打，浓妆，哎，杀狗力会很好，那当然，哎。你被挨什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我看不到我朋友在聊天室，我有点难过。我在想，我朋友是不是汤姆熊了？啊，完了！我昨天在那个八楼看鲁比赛，我觉得他真的成名绝技就是一个电影离两个人的距离还要靠身龙，就是他的成名绝技。我看离这么远，他还靠身龙，还走成名绝技，最后是沙河啊！这你不懂，这就是沙河。啊！猜你要打什么就生血打你，啊！好生气哦，这个这个按毛的。哎，卢比，你可以不要再接那个伊莎海角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机器没什么信心的。伊莎海角是两个轻攻击在接的，然后人直接这样接伊莎海角，莫名其妙。因为不会放枪啊，他不能做这的，后勤才可以做这的。对。哦，打一套大了。十下，我真的觉得古代的后拳四右臂撞到之后，前拳之后，那个下动拳，哇，万用真的太厉害，所有四右臂就喷出来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下次你效果改做给老王，你可不可以赢一次都不要做？我觉得效果比较好。怎么对？那你有对空啊？前拳对空他很厉害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很过分。连续输两个都是三次用 double。哎，他那个单 kick 怎么可以接中攻击啊？有问题啊？看打点啊，看打点。刚刚那个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也没有说特别下面什么打点，对啊，跳叉哦。该不会是跳叉，人家出攻击被看不到吧？这个超悲戚，不要动了，没办法，有把春丽气满了啊！不多用一叉百裂脚一叉的嘛，不太好啦。春丽走出真的很快，我的卢比，你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刚卢比在场中间那边咬，我就知道他准备失业。看到会发气功啊，结果他没有。但这个单行脚真的超讨厌的。他那个弹药很过分，强迫而折啊！强迫而折啊！还有很多很多人都这样。好了，还是要做实现。不是重点是他要指定筒，所以这是确定的强迫而折。你不能解释。不要用我的俯卧撑来做今天的 ending， 真的是坐在这边做，在这边做。来，我们请叶子躺在坐在他背上。不要，我坐不下去啊！我怎么要拍他屁股啊？六，你不要一直自己出声音好不好？九，我在算啊，十。我想到我的时空还欠40下还没有出。人家是鲁瑶，你是卢比瑶。卢比瑶，锁瑶。好，感谢。我每次都在做效果啊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啊，还有两分钟是不是？还有那么多？那就，没有啊，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再吃一轮啊。又要再吃一轮？还吃啊？好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那。下礼拜有那个麦卡贝的超级联赛，大家赶快报名啊！那还有那个 Sony 的活动，也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哦，还可以看到大家。六日两天，下班六日两天都有快大的活动。应该说在座四位都会在。Sony 的活动啊？哦，对，双界五六日很忙，很满。礼拜六是那个麦卡贝的联赛，礼拜天也有 Sony 的活动。对啊。礼拜五的话有那个。在那个什么世贸三展，有那个成人博览杨哥来啊，有成人博览会，是不是？有成人博览会，那每年都有啊。啊，对啊，好，那大家我们张先生来了吗？张先生来了，张先生准时啊。
张先生不理我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很开心，大家给我们的支持啦。那特别感谢空管快打赞助播出。那在 Kingston HyperX， 像我们今天那个 InGain 用那个耳机就是干爹提供的啊，非常棒。好，那感谢干爹的热情赞助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每个礼拜五继续收看我们的拜五炮戏 Nobody。 我跳起来，还好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没关系。谁跳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你摔得好感，我靠，我妈拆台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不是我的，没关系。